只有两个人在生活中失败，一个有思想但没有的人，其他人可以但不认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将告诉您双鱼座上升的六月预测。这张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图表。帕尔多什 Pardosh 将于6月7日至6月22日举行。VINAYAKCHATURTHI 将于6月14日举行。3KASHTICHATURTHI 于6月27日举行。新月是6月10日。满月在6月24日。6月10日有日食，在印度不可见。现在开始进行预测。这里写了12个数字，所以你是双鱼座方星未艾，如果你的星座运势在这里也写了12个数字，那么这个预测很适合你。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犯任何错误，否则预测将不匹配。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，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预测。木星是双鱼座的主宰，木星坐在第12宫。6月20日木星将逆行，因此您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如果您想换工作，那么这将是最佳时机，您的费用将会增加。目前如果您要做出任何重大决定，请向有经验的人咨询。您现在也可以进行国外旅行，木星将照亮您的第4宫，然后您可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屋子。您母亲的健康状况也可能会恶化，您可能需要集钱。木星将突出您的第6感，然后您将必须与办公室工作人员和谐相处，不要与任何人争论。在处理财产时，请仔细做出决定，否则您可能会茫然。不要向任何人借钱，上帝的恩典将与你同在。您可以在宗教工作中保持忙碌状态，您也将继续忙于与外国相关的工作。火星在巨蟹座的12生肖中变得虚弱，所以这个位置对你的孩子不利。你会在恋爱关系中被骗，不要投资于股票市场。火星将对准您的第8宫，然后可能出现与财产有关的问题，可能会发生事故，开车时必须小心，与公婆可能会有纠纷，学生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问题。火星将照亮第11宫，而土星正坐在那儿，因此您将无法省钱。金星坐在你的第4宫，金星和水星也可以互换12生肖，因此您可以获得它的好处。屋子里将有幸福的气氛，当金星与火星一起出现时，您便可以在恋爱关系中获得成功。这次水星逆行，所以做生意的人不应该有任何合伙关系。太阳是你第6宫的主人，通过与 Sun 和 Rahu 在一起，与您父亲的关系会变糟，您的工作将被打断，你的敌人会消失。土星逆行，所以问题将出在您的工作中，由于资金短缺，您的工作将被延迟，出国旅行时您的费用会很高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，您或我现在每个月要走一两天，这会给我们带来压力、不适和麻烦。悲观主义者做到了，那是心灵和大脑的主宰，进入消极位置的时候。当月亮进入第6、第8或第12宫时，它会伤害我们。那些没有良好出生的人，可以在6月7日和6月22日观察 PRADOSH。这是湿婆勋爵的斋戒。6月1日至2日 ,6 月15日、16日和17日 ,6 月20日至21日 ,6 月28日至29日。对您而言，这将是糟糕的日子，因此在这一天您不应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。如果您不陷入混乱，那就太好了。控制您的语音，不要说某人的灵魂受到了伤害。
您的费用可能会增加，健康问题也可能出现。现在了解 GAJ Cash 瑜伽。当木星和月亮在一起，或者木星和月亮面对面，或者在四个地方面对面时，就会形成 GAJ Cash 瑜伽。就像现在一样，木星在这里，当月亮来到这里，在水瓶座或者它将在金牛座来到这里，或者它将在狮子座来到这里，或者它将在天蝎座来到这里，这是由于木星和月亮 GAJ 将形成 Cash 瑜伽。在 GAJ Cash 瑜伽中，木星和月亮结合在一起，木星表示金钱，月亮表示水。因此，在这一天中，资金流向良好。如果您从事某些业务，那么您可以向某人收取款项，这几天您就可以从中受益。这就是 GAJ Cash 瑜伽。GAJ CASHRI Yoga 在这五天里为您准备。6月1日、6月9日、6月16日、6月22日和6月29日。在这五天中，在6月1日、6月16日和6月29日，您将收不到多少钱。但是剩下的两天，6月9日和6月22日，将对您有所帮助。通过在每个星期二记得 Ram First 勋爵，并阅读 Hanuman Chalisa， 并向圣殿里的孩子们分发糖果，这对您会有所帮助。对于那些火星出生不好的人，这意味着火星位于星座中的第四宫、第八宫或第十二宫，那么您可以在6月14日观察 Vinayaka CHATURTHI， 在6月27日观察 3KASHTI Chaturthi。如果 RA 壶在您的星座运势不好，也就是说在第四、八或十二宫，那么您应该在每个新月背诵 Vishnu Sahasranam。在流水中，椰子的脱落也会减少 Rahu 的不良影响。这个月的新月是6月10日。6月10日有日食，在印度不可见。如果您在这一天捐赠，对您有好处。如果你不能捐赠，太阳咒 Om JAPAKUSUMSANKASHAMKASHYAPAYAMMHADYUTIM Tamo Resarvapapatnam Pranatasmin Divakaran。 一个人应该唱这个咒语。诵经咒可以摆脱您的所有问题。在日食时念诵咒语很快证明了这一咒语。在6月10日的每个新月上，将一些黑芝麻放入水中，并将其提供给 PEPAL 树，也会从中受益。因此，这是双鱼座上升月份的6月预测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信息。谢谢你。